新冠三月台南新天地六楼的广场规划了一个又一个精彩大会，这场一路在东部分家南分宿舍来举办的就叫博览会，51间厂商总共提供了将近3000个职位，是亚真贵要分家南地区上大场的就叫博览会。劳动部长柯明春专程出席的开幕活动，为求职朋友来加油打气，也希望优质的厂商会当透过九个博览会找到优质的人才。那今天很重要的这三个职缺里面，我看了一下，有650个薪资至少都35000以上起跳。那也有一些研发还有航太的高薪可以达到68000元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需要的民众朋友可以来好好的参观各个厂商的这个摊位来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一个希望的职务这场一个博览会，因为的亚真贵后欠工的需求嘛，特别设立着亚真贵后的服务产业专区，包括知名餐饮集团甲百货业者，拢有来参与着精彩。我们可以说真的为了我们的好朋友。不管是千里马找到好的归宿，或者是你要找千里马求职或求财，在这边劳动部的云嘉南救国会就是一个最好的媒合平台。伊移民着 AI 科技发展，嘛受到引进着 AI 面试官相当的稀罕，和平将透过着甲这 AI 面试官来对话引导，提升着面试的技巧。面试太慢，或是您的自我介绍太过冗长，需再精简您的内容。这个博览会现场真侪厂商是应应着求职需求，就马上进行着面试。真侪求职民众嘛认真来拼着这职缺的手册，有意向的马上到了履历表现场做面试，希望在上短时间找到好头路。南天新闻台台南采访报道。